我们今天呢，就是在特殊的时间呢，还是欢迎就是小伙伴们，如果是像小龙，OK，声音够大的，对，都需要对着。试音阶段可能维持3分钟左右，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直播。原来在那个道一的课程里边呢，曾经讲过《大话西游》的一些片段。那我们先第一次参加我们直播的朋友呢，先放一些心里边先做一个小的，我们叫做预热。预热是包括两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我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超越大家原来传统的这种来看我们现在的大话西游。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周星驰版本的大话西游的前传，讲周星驰记，它在这里边有很多知识的点呢。如果大家看过西游记和西游记后传，可能把它整个做一个总结下来的，会发现前传呢，可能讲的更多的是讲第一个是为什么跌落，中间呢是讲的是修行和取经的过程，而后传呢是讲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这个分别。所以我们现在举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整个西游记的一个大背景是基于修行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事实上是用经文的这个方式，就是大乘讲的发心。第二部分呢，就是讲的是我们称为道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这里边的每一节，完了之后跟着后面的视频的一个过程，完了之后再看，我们就一个一个，我们称为点性的这种的知识点。所以仙侣奇缘呢，就会讲就是仙侣奇缘的部分，再会讲第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课呢，可能会先倒着说，就是《大话西游》呢，上第二部分是仙侣奇缘或者是大圣取经，一部分呢可能讲的更多的是之前的。所以我们事实上把两个部分呢，等会评点一下下面的部分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观点就跟很多人都会不同。然后它事实上讲它是一个身体，我们等会去里边去做一些点评，大家先看这个屏幕。一样点不着的，你只有油，没有灯片。知道，可是灯芯不见，都是买了的。买一根呢？找不着，姑娘，请问你，如果如来佛祖那盏神灯的灯芯不见了，上哪去买？马上就问，变什么？原来是二郎神，乃是四大天王。谁想，你跟你姐姐七下仙子，原来是佛祖日月神灯里面缠在一起的灯芯，竟然擅自离开天庭。到处跟人说，能拔出你手中的紫金宝剑，就是你的如意郎君。你是神仙，怎么能还击？假如邪魔外道把你的宝剑拔出来，我仙界岂不是成为笑话？人心也好，妖怪，便只有我跟我弟中人的法力是无敌。就算他是妖怪，我也会一生一世的跟着他。如果不能跟个普通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跟玉皇大帝都关系。另外，爹，既然你执迷不悟，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要你在人间仙界消失。只谢云家不费心。在这看完第一段，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盘点。第一段呢，它事实上侠和青侠它代表什么？这个如来佛祖里边的灯芯它代表什么？这是另外一个观点。侠和青侠化为人形来到人间，事实上紫霞它代表的是七魄，青侠它代表的是三魂。所以三魂七魄化为人形，那灯芯是代表的是什么？事实上是指我们人类的 DNA， 双螺旋的 DNA， 明灯，来佛祖称下的明灯。所以在这里边就会有几个部分，部分是说是什么呢？我们的人是怎么被生出来的？如果是只是先天的部分，这边最重要的几个知识点，它是隐藏在《西游记》里边。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就是如来佛祖灯，它代表什么？明灯，它事实上是为明，就是
晚上，所以日月之争是什么呢？就是日月，然后它才能生，就是指阴阳交合的意思。日生人，代表的人的最主要的两个生的方式，第一个生的方式是双螺旋的 DNA， 所以那个明灯里边，紫霞和青霞，它分别人的两个最主要的部分，代表的是击破。脾胃大肠小肠和肾，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点的，就是我们称为的三魂是爽溜幽金和胎光。但这个知识点呢，后面再给大家再进行分拆。事情是另外的一个小的知识点，它代表什么？它是在西游记里边啊。在这里边先插一句啊，紫霞和青霞拿的宝剑是代表什么？这时候你会发现世间根本没有金箍棒，只有一个宝剑。那这个宝剑呢，先天它代表的是脊柱或者是中脉，就是我们阴阳二合的中脉。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宝剑到最后是消失了，是谁拿走的宝剑呢？孙悟空给偷走了。偷走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是指我们的人的中脉。而二郎神在这里边，大家会发现在这里边还没有孙悟空大闹天空啊。二郎神他事实上代表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他是代表73变。那住在哪儿？我们如果读传统的西游记的时候就知道，二郎神他本质是魂，而且本质他说白了就是二郎神会73变，他代表的是有松果体能力的。在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我们后面的一些知识啊，先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识啊，多都是用简体中文写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道德经现在的版本呢，实际上看到的是已经被修改了230多图，最初始的道德经完全都不同。而老版的道德经呢，你会发现它是用简体中文写的。而我推荐大家是说3600年前的经书呢，要用以下两种方法去读或者是理。第一件事情，你要把它放到一个米字格里边看。所以原来的米呢，它事实上把两头拉起来，它事实上是在讲刃或者是光的科技。第二件事情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古书，你必须要用当时的我们叫做最正宗的文字来看它。什么文字呢？就是官方语言，是一种古粤语。所以如果你掌握了古粤语和小篆，就是就可以看懂所有的文字的代表。所以我们现在简体中文版的这些西游记呢，大多数人是看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后面会有几个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啊，就会再传递给人。那中间的二郎神呢，就事实上玉帝派来，玉皇大帝他事实上并不是派二郎神，神是他只是一个角色。说简单点，二郎神呢，他事实上是人，是谁呢？他事实上是第一个是天和地魂交在一起的人魂。所以二郎神会73变，而且他母亲事实上给他传了松果体，他和玉皇大帝是平起平坐的。为什么呢？因为二郎神的妈妈是玉皇大帝的体，他只能宣他，他不有人吊他而不能宣他。所以在这里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知识点。二郎神呢，事实上他会72变，他为什么打不过紫霞？这里边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先说紫霞是什么。第一个，他拿的是紫心宝剑，他是 DNA， 这是他三魂七魄，所以他是第一批下来的，说白了就是九天玄女这么一个。在这里边又有两个知识点。父母娘娘事实上和女娲她是造物主，就是怎么去造的是人。所以紫霞是代表着八神的，就是你以外事实上带着就是觉知和空性。所以这为什么二郎神打不过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负责日月，就是明灯嘛，是月，他可以招揽日月之灵气。我们到后面还会给大家讲这方面的有几个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事儿在前端先做一个小的总结。紫霞它事实上是人的完人，说白了就是刚开始的称为是天人的这么一个境界。它是耳鼻舌口身意以外，它的觉知和空性什么都有。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在这边呢，这个小信息，姜子还有一个天赋呢，它上是五行音乐，就是我们看到他手上拿的这个铃铛，它和琵琶呢，它是七弦琴，琵琶它是哆来咪发嗦拉西。这里边我们必须要给一个大的背景信息啊，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声音的震动，和五行能互动，所以我们听到原来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我们经常能听到的音乐，像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喜悦，换句话说，五行里面的中国的古代，比如说结婚的那个音乐，它事实上就是五行之音，弹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怎么弹，它都是欢乐的。它都是可以转化的，但是你去听听弹出来的音乐，它如果不是根据音符的这种振动频率，哆来咪发嗦拉西去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是噪音会很吵。这边就是有一个大的背景信息。身体呢，如果是五行乐进行转化的时候，我们是听的是磁，我们是听过七弦去听到的声音，那我们听到的是电性，就是一个是电性的，一个是磁性的。在这里边的这个点也得说一下我们现在的音乐的一个背景，什么紫霞用音乐然后就可以调整别人的性取向，就是在这边涉及到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有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现在的这些音乐，包括我们现在用的音乐，是用440赫兹来作为最基础的大地的地音的哆来咪发发发发音，它是用440赫兹，但是1859年之前，事实上我们用的是432赫兹，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办法开心轮的最主要的问题，没有办法获得慈悲心。我们现在在明灭之音，就是说是混乱的音乐，我们身边几乎大多数音乐是混乱的，而不是用到你的宇宙的振幅的声音。振幅的声音呢，每个脉轮是不同的。举个例子，像我们男性的那个底轮大概是292赫兹，那大概是304，那我们的心轮呢是342，喉轮呢大概是404，那中国体的一个位置是430。真正需要的声音是什么呢？正常的声音。现在有很多声音呢，包括冥想的这些声音，它通常都已经把440赫兹修正为432。跟最大的一个区别是，440赫兹会导致松果体和心轮的混乱。听的绝大多数音乐的背景编程方式都是440赫兹。说像这个《大话西游》里边的这部分音乐呢，它也有这个背景，但是背景会相对会有点深，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办法第一角度就去做一个理解。不是啊，你在那边骑着羊，不冷静。今天晚上我就杀了他，打呀给他干了啊！我早就这么想了。嗯，邓来潮，孙宋，你以为我看不懂啊？这话听进来好听的。刚才那边也有一个知识点，刚才那个在写水帘洞的小段，可以看到就是字呢，它是倒在两个部分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看啊，看上去像什么？那水帘洞呢，事实上是和是孙悟空，它代表的是心脏。那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帘根本就不是一个。这时候人类的下半部分是代表的这个结构，看一下啊，一个是两个是眼睛的意思，在下面是这边呢，它代表的是松果体。和盘丝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等会会调一个图过来，让大家来看看在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区别。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学会古代汉字啊？第一个先说一下，简体中文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过去的意思的，因为水帘洞的那个帘和我们现在这个帘，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那原来的水帘洞的一个帘，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上下相交，左右相交，然后在一方块里边，然后带两个独字头。帘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代表意思是，原来孙悟空在水帘洞里边刚开始下来的时候，他是全知全觉。孙悟空的天赋是什么呢？左右两个肾。那孙悟空最大的一个天赋是72变。变到底是什么变？你会发现，画一个五角星，与任何一个把它切下来的时候，下面的角度是两个角度是左72右72，上面对应的是一个36。变最大的一个密码是什么呢？就是在讲，它实际上它总共有几种变化的方式啊。诶，在水帘洞里边的帘子是指口腔，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指口腔，它事实上是指松果体，它化六道光，然后能形成口腔的琼浆玉液。那是孙悟空刚开始下来的，孙悟空刚开始下来的时候是玉猴的猴子，说白了那时候他是金体。吃了什么东西他才去了水帘洞的呢？吃了有一样东西，毛桃，就是猕猴桃。所以刚开始的孙悟空在求经之前呢，在水帘洞住的时候，他刚开始是身上是没毛的，后来才长出来的毛。所以水帘洞在说我们身体的一个结构和方向，在那个部分里面，事实上给大家有一个大的知识点。那人，我们这一代才有，一代人呢，实际上地球上第五代人类呢，有很大的天赋的。而那些天赋呢，是你除了耳鼻舌口身意以外，你还可以用心轮，能感受到别的宇宙、别的维度。你还可以用松果体这跨维度的去获得知识。所以松果体它在的知识体系里边，它代表的是觉知、心智、智慧的智。把眼睛闭起来，然后用耳朵和松果体去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能获得智慧的智。而定中才能生慧，大家会发现这个下面这个字儿非常像慧，联动的这个里面这个部分非常像慧，所以他当时是踢他下来的时候，孙悟空事实上损失了松果体的功能，但是心轮功能它还是有的，所以它能定中生慧。我们去看，在这里边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它事实上就是讲，原来最早的人类是有48根到56根基因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只有46根，只有一对儿。所以是谁？看哦，水帘洞马上会变成另外一个洞，就是盘丝洞。大家把这一个部分，我们尽量先把它拷贝一下。也蛮好听的。盘丝洞它是怎么写的？事实上在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个密码。发给我，我用微信把它输入。里边有几个知识点啊，部分，主火是三，它是336，会很有意思啊，就是心肾，四大仙它是什么？你看啊，现在的一个版本的人类是如来佛祖的灯芯里边修成的人，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他的心里边已经缺了一个东西，叫做智慧的慧。然后这个你会发现是什么呢？魁字，就是里面是一个死亡的死，加一个器皿的皿。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现在的，如果你懂古粤语的话，你把一二三四五做一下发音，然后你就找一二三四五代表什么意思啊？里边这个部分的意思，大家就会清楚。在古粤语里边叫做的月，就是日月。字呢就是增字，就是生和死。这里边可以看到，它是四的部分，是死亡的死。五呢代表开悟的，但是悟这个部分，到时候我们在后面的课里边再讲。它事实上是巫医的那个巫，也是这个字。它也代表是什么呢？它同时可以代表。上是代表的是五个字儿，代表的是亡，死亡的那个亡。现在去看水帘洞和盘丝洞怎么变的，就是孙悟空的那一代人，事实上还有心轮，
然后还使用松果体，但是跑到现在这个版本，新一代人类呢，只有你看啊，性和女性它是被分开了，然后才有智慧了。死亡它事实上有个四，它是轮回了，就代表了新一代人类去了哪里，创造的一个过程。从今天起，我叫韩三。韩心，不行，不行，我不信，我不想跑，我不信，我就信你。韩信了我，芝麻开门。有一个小的知识点，我们再把它再说一下。它事实上是菩提老祖给他的，然后我六次月光宝盒的传递，第七次他跑到了，两个知识点。知识点就是在讲因果，知识点在讲什么是六道轮回。在有很多人他在讨论一个问题啊，果发生了去找因，只要有因有了他才会有果，会很有意思。人都陷入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论题里边，这个论题叫做因果论，或者是我们把它在狭义化以后叫做二元论。那一个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因才有果，还是有果才有因？很多人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想一想啊，在逻辑上，都是从500年后跑到500年前的。500年前是齐天大圣，为什么500年后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啊？现在有一个。他已经把这个事情给打破了，在这里边我们事实上把它展开聊一聊，就是咱们聊的光的波粒二象性，现在我在网上它传了很多遍，波粒二象性它事实上已经打破了因果论了，就是是他在的时候跟这个人的所处的这种意识状态是相对相关的。二象性的实验被无数的科学家大概做过多少次呢？最少做过上万次。有人都认为它既是波又是粒，是吗？但是它有第三个属性，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因果，这是因为有了因才会必然导致这个结果的理论，就是因果理论。但是我们是因为所以，和我们小学去做造句是特别类似的，你会发现这大话西游它是一个果因理论，果再给你圆满的去完成因。那波粒二象性里边的最后的一个实验也给大家说一下，实验是说有一个观测的摄像机在旁边的时候，打出去一颗一颗打出去的时候它还是两条杠，当你把这个观察者撤掉的时候，你看到的它是多棱干涉的，这个已经被很多人给看到了。意思的一个部分是台湾的北大，就是我台湾大学的一个校长，他做的最后的一个发现的一个特点，旁边观察者想的这个结果是波，他就会展现波的属性，如果想象它是粒子，它就是粒子的属性，这是意念能控制物质的一个证明。但是第二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它证明了一点，出去之前导致了因的变化。第二项性啊，一个观察者如果在那出现的时候，波还没有发出去之前，他已经知道他自己是什么，在起始端他已经变成了因，变因的。这里边大家如果是觉得有点拗口啊，你可以在云上去搜二象性的最新实验。一个问题，因是必然关系，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物质的，如果是果引导的是因，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第三个东西证明观察者决定了结果的时候出来这个非常崩溃的，可以有因有果，这个世界可以有果才有因，这个世界还可以无因无果，也可以
无火无因，一扇窗户，这扇窗户是说量子宇宙、量子叠加态，还有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这边我们到时候给讲传统科学里边和现在的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冲突，它一个信息，一年以前宇宙的千克单位，就是质量单位，已经用普朗克常量来进行规范了，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普朗克常量是什么。给大家做一个描述啊，普朗克常量就是分布于宇宙的这个，它有多小？它有10^-34次方分之1厘米，是十的，就是我们这个纳米往下还有是什么呢？还有28次。律师，半径是1.51×10^34次方厘米，它的换成米的话是4^36，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微观的是36，再往上去算的是64，它是3.14×10^4到一起是什么？是一个高频振动旋，它这个自旋呢会在有之间会去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大话题的时候有很多看不懂。如果你尝试用科学的去解释，而不是用我们现在最新的量子科学或者是量子科技去解释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那在中间呢就没有办法去彻底的理解世界到底是怎么组成。我们的方法最终做一个结论：一，宇宙是由普朗克常量决定的。大地呢，它本质上负责的是什么呢？就是具象化的，有4亿岁，它事实上是决定的天狼星周期，就是我们现在的银河系转一圈啊所需要的时间。再往下算的时间呢，是本地宇宙的一个小的周期，就是太阳系周期。太阳系它事实上围绕太阳系的自转周期，事实上是2.6万，在这里边有很多知识。但是我们更希望把这些知识呢住的会在以后的里边再做深入。所以孙悟空他为什么最有意思的部分就在这儿，说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大家讲的人是会被三魂和七魄组合到一起，头脑、心脑和腹脑。七魄呢，它实际上就是脾胃、大肠、小肠和肾，在这里边是腔的三个器官，而胸腔里边呢有两个器官，就是心脏和肺，而把它分割的呢事实上是三焦。分割完了之后，人就形成了三魂，而青霞代表的是，所以他在晚上工作；紫霞代表的是七魄，所以他在白天工作。那孙悟空，他事实上现在他代表的是什么？但心机它有两部分，一个是白刃，是它在白天工作的，你脑波大于人类的脑波大于9.7赫兹的时候，在白天工作的，你是用头脑来控制的部分叫心机，而另一部分呢，也是你在睡觉的时候，脑波小于7.23的时候，你这时候是在用魂工作。就是我们称为的睡眠。所以在这里边这个信息呢，说到这个部分呢，接着去往下面看。这里边讲三颗痣的那个问题，我们再做一个小提示啊，就是为什么是仙子和青霞它合二为一的会给孙悟空给三颗痣。这三颗痣大家可以看到啊，是在脚心，然后是分开，它代表的是三心二意，分开的。在这里边呢，天的天赋是什么呢？这是三魂。但是你会发现，它把三魂变成一个三角形打到脚上是什么意思呢？倒着去看啊，中国体如果是葫芦状的，放到脑子最中间，那在这里边代表的是觉知。如果是把三心二意打到脚上，它是指服务自我的意思，就是讲无知无明，服务就是心机嘛，心机，肌肉的肌和机灵的肌是一样的，这是三心二意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起点。他说，当人服务于自我的时候，
他会有心机，而撒谎。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把悟空他所代表的这种能量，在刚开始的时候，孙悟空啊，他是没有心机的，就是在第一，就是我们称为这一部分，事实上是仙女机缘。然后我们在那边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光宝盒的时候啊，它事实上孙悟空的一个格呢，它事实上二四六，然后四是肝，六是什么？哎，你这格呢？我的，这格子就是我的，你想干嘛？没有，走，能不能一起走？你也在？我赶着去救人呢。救谁呀、啊？强子，就是白冰冰啊。你认识？不认识。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认识他了，因为他将会做你的徒弟，还有这个宝盒。我认识。知道，不过其实呢，是我给你，然后你带了，那么才会有我，然后又交还给你呢。我明白。你神经病！我为什么要对你们好？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你走了就在这。再给大家提示有两个信息啊，青霞呢在事实上招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叫白骨精，一个徒弟叫蜘蛛精。那它代表的是三师，就是头脑、心脑和腹脑。或者是我们称为三个部分，它负面的时候，出于它事实上就是另外一个分身。说白了就是青霞的背面是白骨精，而紫霞呢，它是把它转化过来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是另外的一个，是二六八和幺七八，就是它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七魄的负面，就是指七情。蜘蛛精、白骨精，它都是紫霞和青霞的背面，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小的总结，人跌落的过程，一，先是吃东西，孙悟空吃的东西呢，它实际上都吃了松果体的东西，然后再往下，它是只吃了桃子，在树上的玉，在后面的时候，啊，它就轮回，就是，所以，这个是在讲人类从基因一直跌落到46根基因的过程，那是一种意识的跌落，就是觉知空性的跌落，然后只能用见性的耳鼻舌口身意。这是我而大西游记的取经的过程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还这种天赋的能力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边会涉及到，就是我们没去在现有的知识里边去跨代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代的知识里边全部都有讲，他讲了人这个载具他使用的方法，包括有经络的这部分，所以是讲内丹，所有的佛道内丹修心轮获得慧通慧的方式，还是修中国体集中生智能形成智，那智和慧它本来是两件事，所以我们到时候是在这里把这个未来会本身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体系，这个体系呢，会把我们未来的叫做81回，还有一部分是什么的分神榜，这三部分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基于上古的这些知识下的文明的认知东西呢，都是神话，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宇宙里边的科学呢，就是。结构决定属性，不是元素周期表的元素来决定属性。但一遍理解的宇宙是由普朗克常量，然后再一层一层降低它的半衰和振动，最后由六道光合成物质的过程里边，让我们才能最终理解八卦本质上是一种光的科技。然后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以为载具的人类。然后真正能达到叫做无极大道的方式来说，是上古的开智慧的方法。在这里边呢，就讲几个部分啊，就这个部分里边说，孙悟空他原来在上回的，就是我们叫做百年前，在没有被紫霞仙子
点三颗痣之前，它是什么？它其实是无知的二四六，就是它是猕猴，已经把三颗痣封装上去。那这时候它是孙悟空，但是没有觉悟。但觉悟完了以后，它一心一意的时候就会开一个天赋，这个天赋呢就是七十二变，是讲心修行的一个方法和过程。所以我们接着往下面看，下面还有一些知识。我懂，你说什么方法？马上了，我告诉你，那个很快的。别说，等一下，你那个贱人出来恨你，你放手跟人家。估计98%的人都没看懂。知道有一个密码是什么呢？魄和我们叫就是三魂七魄吧。所以每个人用的不同的这种组合结构的时候，他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白天的时候是七魄在工作，那是什么呢？是三魂在工作，是清霞。大家是否碰到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说一下啊，这种叫做人格分裂，在西方医学里边这么称的。有多少人是人格分裂？直接说清楚了，11.3%。3%的人是此时生的，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的23.1%。那这部分有隐性人格分裂和显性人格分裂，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必须得说，人有两种系统模式，这是我们不知不觉的一部分。也许你的太太在上午是一个人，在下午是一个人，而差别最大的人是什么呢？在性格里边，那欧洲写了一些书叫九型人格啊，但是我在讲，这是人本质上的情绪体，七魄在用哪一个部分在工作，你就会表现出来什么属性。那在中医里边和西方里边最大的一个不同，东方人认为小肠是水土分离的，所以小肠是就不认为小肠可以进行转。所以东方人呢，事实上是认为人格的分型有多少种？有10种。整体在一个简要的一个回答啊，在这里边有个最大的知识，都不是一个你认为的物存在的，它是由身体内部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无知无觉的脏腑器官的运作带来的精气来推动的。所以不同说，有个在他的这个分身，就是很典型的是晚上和白天，紫霞和青霞就是人格分裂。紫霞负责早上早上9点到晚上，他是负责晚上9点到晚上早上9点，那他事实上是分开的。但你想过吗？就是现在正常的累也是翻的，你白晚上工作的完全不同，但是大多数人晚上工作的时候，脑波小于7.23的时候，就是彻底的睡眠。想问一下，就大多数为什么人不能记住晚上的梦境？那是因为魂工作，而你白天的时候你是魄工作，魄工作的时候没办法记起魂在干什么工作。而魄呢，就是的分型是不同的。有些人他的魄早上是工作，比如说在大厂。那晚上工作是在脾，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早上的这个人是在不停的服务，很好说话，晚上的时候啊，他就想当奴隶主要统帅你。你身边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人呢？巨大的缺陷，而何许，或者是我们叫做上古把这些东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根本如果不是由西方，就是我们叫做舶来，都是好的吗？就是古医学在3600年以前就把这已经完全给大家了。让大家看上古医学的部分为什么觉得没有用，给大家讲一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摄入过量，原来的先天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呢，就会导致我们现在信仰系统是不同。那人类和传统的人类，就是我们称为上一代的人类，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这一代版本的呢，是用眼睛和大脑的工作，而上一代版本的人呢，是用松
和耳朵在工作，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感觉器官都不同，所以感觉这个人会有变化呢。但事实上，如果你的心轮是一心一意的，带有爱的方式，那就会定中生慧，就可以看到紫霞仙子现在是换身了。这种情况会很恐怖。年轻人每12年，在突然有一天不像他原来的自己，那你，他事实上有两套系统，在12年他会变一次。在前面的部分有一个是阴格，而阴格和阳格都有三魂系统。71年的9月3号以后，事实上多魂魄的系统的呢，也开始原来的事情会更复杂。所以我们事实上会在以后的，比如说用封神榜、用西游记后传，还给大家讲一些聊斋志异的部分，让大家真正的恢复上古科技的部分。当然在这里边呢，大家讲一些奇门遁甲的部分，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课程的一个系列，然后我们慢慢去看这部分，这里边的小的知识点再做一个小的总结。那朋友、家人、孩子、老公、老婆都是由10个不同的分身组成，不是一，所以你想让他情绪稳定，你要知道他这时候用心在工作，用大肠、小肠、膀胱，还是用肺，他是在用头脑工作，还是用心轮工作，这时候会有很大的不同。而道一在讲另外的一个知识点，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生日，这个就是阳历的生日和阴历的生日，算你什么时候有更年期，算什么时候你会生病。那这种呢是上古医早就有，而大医准确它为什么能治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懂得这些科技和方法。那我们可以把科技和方法在未来的课程里边逐一的教给大家。我们接着看大话西游。他跟你说些什么？并不呢，那可能他呢前世跟我厉害了，所以后来佛祖呢就把我们两个卷成变成一根灯芯，要我们呢苦练修化解这段恩怨。可惜事与愿违，现在做的比以前更厉害。有什么关系？那姐姐，哎，来拿来呀，来，一起，今天晚上就知道了，保不住我的五指山。哦，这是我大哥孙子林青霞。你大哥昨天被我叫做至尊宝，那你呢？叫至尊玉，至尊宝，至尊玉。其实我大哥真名叫做秦宽，我叫秦香龙。你在这干什么？我你养你我，简直是害怕失去你，所以跟你接受我们一起演的话，你看我。就是有一个小的知识，哎，不因性格变化，那你是有这种亲人呢？在这里，真是聪明你。名字啊，和秦汉，它代表是什么意思啊？是个玉，是代表的是它，是女娲补天的一块石头，尊宝，至尊玉变成了宝呢。那是连起来变成至尊宝，就是它外面包了一层土，完了就是谁的土呢？事实上在西游里边去取西经的呢，沙僧他土的一个面相，在这后面等会有知识点呢，我们再慢慢给大家讲。怎么样？金银珠宝啊，宝盒啊什么的。好啊，不过那些没有用啊。哎，你今天宝剑给他看，他一定会相信。它事实上是一个简版的，大家会紫青宝剑，它原来呢是上面是个开始的这个片头呢是还有一个加长，如果你看的是加长版月光宝盒，然后你就知道这上有个癞蛤蟆，他刚开始去跟紫霞仙子去求婚，然后去拿着宝剑，他是没把它打开的，所以在前面还有一个典故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癞蛤蟆它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上是两魂
系统的动物，三魂加一主神再不是人。所以主神之后把魂用于哪种的时候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紫霞和天霞为什么要嫁给他，事实上最刚开始的时候是246，然后后来变成最后变成303，就变成了现世符。所以紫霞和青霞事实上是让他进行觉醒过程的一个内丹的一个修法，就是让所有的东西的阴暗面，就是他能看到三魂的阴暗面事实上是三尸，但七魄的面事实上是七情六欲。那所有的这只代表一个事情，宇宙里边它始终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无序变成有序的过程，那第二呢，从有序无序，那有序无序的过程我们认为是破坏，而无序变成有序的情况呢，事实上是动，或者是慈悲，或者是正面的念想。所以呢，事实上它事实上有一个过程，从三星身口分开了，然后到身口一合一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开心了。所以事实上在讲一个开心轮的修行的过程和方法。大家师父走走吧，来跟紫霞仙子在一起，大师父也有，紫霞仙子也有，跟着你论智慧跟武功啊，我一个给他刀也，现在多了一个紫霞仙子啊，他比我高呀，这边有我吗？有人问他会刀回给你，这个师父可以带给我，你看好，因为我的本事保险发生真的是很好，哪来的咕噜声？哥，别没哭。哎呦，我知道，听见我咕噜，我不骗你，真好。你怕什么？这个姻缘是上天安排的，你说我怕吗？我现在，我的宝剑在丢。你告诉我，上天安排了这么一段姻缘。还有老婆怎么样？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不花。上天安排的还不如臭屁的啊！我刚才就刚才想跟你说才好嘞，你是做不是我问你，孩子最大吗？哎，你现在呢甩掉你老婆，然后跟我一起做，还是好啊。不开始这段感情吧？哦，就这段开始。那先亲我一下。不能碰，不能说。你刚刚说的话，我是认真的。你先把宝子拿出来，要不我把下来。不用，我自己来。知识点啊，就是菩提是谁，菩提在西游记里面他就是孙悟空的师父，但是大家23回以后呢，事实上他师父他没有出现，所以他是指修行的过程里面菩提居菩提，那在人体代表的是心包，就是心那个脾的部分，他现在是心肌，而唐僧代表的无名，所以孙悟空代表的是三心二意，而唐僧代表的是完全的无知。所以在这里边呢，虚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事实上是代表的是慧根。为什么？你刚才好不用怕了，就这样，继续摸，没事啊，继续摸，来。真的吗？出多戒，你根本不想去取经，不管怎么解释，也不能原谅你几十年的不行。姐姐，只不过是一个梦。
会是实物？你有没有他有何罪之有？我的感受，你有凭有据，再定他的罪与过失。唐僧在现在的这个性格呢，做一个分析啊。第一，那他使用的功能是大勺。第二个，事实上是无心的，就他完全是不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他这时候是无心，就是无知。第三个是无，不停在给别人道理，情理法各个维度的。他事实上人情他在讲法，他事实上他卡到一个地方，卡在板这个里边呢，他事实上典型的是人魂的，这是三二五。就唐僧在这里边出来什么？一啰嗦，二是在给别人讲道理，而且不停的在说东西。那我们身边有很多，他的阴面呢，他事实上是二九幺幺，是佛，是佛陀嘛，是金蝉。那这个部分会发现，那事实上他也是很啰嗦的，但是他的格呢，事实上是人二九，就是二还是人界的这部分，九是代表天使的部分。一一二呢，一是代表肺这个部分，肺是可以管气魄的，这在知识。而那个观音他现在在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代表的是松果体，这部分天天使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这里边呢，就是性格之间的相互争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啊。大家会看啊，这本片呢，跟是说玉皇大帝在追谁呢？原修的是三魂七魄，所以在第一集里边，本质上是谁？事实上，作为开头，就是在追孙悟空，命来的两个信息。那事实上，这时候实际上是观菩萨，观音是的。说白了是佛道双修的，所以观音是代表的有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松果体，是代表的是智慧，它是中生智的部分。孙悟空为什么要和观音去打青轮，服务自我的时候，它事实上在和什么呢？松果体。我没想到居然这么多，我给你的金刚圈上用来治别猴子，你居然不用。哎，那很害怕，前仆后继，左患右窄，他戴上之后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连累我。他虽然是，可你也不能这样关不知道会带来病的。你说起那金刚圈，却正是一位体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这个部分为什么唐僧既遭天界打又遭魔界打？这里边最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只跟别人讲道理，也不能只讲因果。世界除了道理和因果，除了法还有理，情理法它是通的。这是我的部分，这部分它是讲逻辑的，而这部分是讲情绪的。那下面的这部分是讲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就要做什么，它事实上是一个以负面驱动的一个模式。所以情理法的这三层呢，事实上也包括另外的横向的三层。大家会发现友情、亲情和爱情在怎么从前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那紫霞和青霞呢，事实上是他作为七魄在人间是来要找，就是我们叫相公来找身体的一半，但是他根本就不理解，他七魄和三魂他必须要合到一起，他才能成人。所以青霞负责啥？他事实上是负责白天，当时的人的时候，就是孙悟空他是横向的幻化，所有的事情可以把它整个透啊。而唐僧换的是空间，所以有一个是横，有一个是竖。那我们现在对时空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画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认为时间和空间它已经摆就死了，
说空间是变动的，时间是不动的。那时间不动，速是恒定量。这里边最大的冲突就在这儿。那时空是个连续体，时空加到一起是一个恒定量，但是它空间呢，它实际上把它说清楚啊，空间可以，那时间可以选，时间可以定啊，空间如果是变，那时间是可以选的。说白了，恒量，把它做反的一个引申，那事实上现在又在科学里边找到了一样东西，传递的速度大概是 0.3 倍光速。那事实上电子在水里边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是物质性的东西超过了光速，已经违反了相对论。所以原来的相对论它事实上卡了现在的科学的100年发展，掉到了一个大坑里边。这个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认知的信心信仰的一个背景的一个系统。那如果要成量在3.14乘以事实上是64次方每秒在振动，你想它振动频率有多快，它早超光速了呀，它在有化，而我们现在的光速还不能超越，不是曹操是超光速，想曹操就曹操到，事实上光速只是作为一个膜的一个限制，只对在地球上大气层以下的东西产生物质性限制，所以它定义了一个东西，是物质就不能超光速，对吗？但是我给大家说，普朗克常量它也是物质，直接是10的54次方，这才是密码。但是作为我们气的存在，就好像我们传输的集体意识，它是由什么传递的？那说白了，那除了我们眼睛以外，有高频的东西。那事实上，刚才有一个部分，有一个人在讲，就问《山海经》是不是真的？我直接跟你说，真的，那是转基因的，原来在基因实验里面做过。第二件事情，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鬼、妖、魔、仙、人，先说一下，都存在。第二件事情，它和你在不同的频率区，在同一个空间里。如果举个例子，你在100年前，现在谁给你拿个收音机，说你现在可以听到别人说话，而且给你播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那这个人绝对认为你是疯子。但你今天，你绝对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为什么能通过一个微半导的收音机在无线电波里边，它是可以传输呢？你想过这个事儿吗？那你的手机的信号，你传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占别人的信号呢？就大家看到信息了吗？信息是在膨胀里边传递，它是超光速的。不就是超光速，不可能慢于光速。你的意识是什么？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三魂七魄是什么？你根本就没理，你甚至连本体宇宙的这些东西都没理。那我们说，光之前它事实上是什么东西呢？玄之又玄，道的玄，玄是现在的物理学里边的量子物理基础，它的另外一个基础是本体宇宙的质量千克，以它为单位了。那你的知识是不是还行啊？是不是要更新呢？20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量子物理学已经可以解释这些问题了，是吗？所以我们慢慢会把这些东西能解释。但事实上，我们的古代的文学，华夏的古文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素问》这相关的这些，比如说，医学几个书，事实上他把这些东西早就说清楚了，只不过我们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把三皇五帝，我们把所有东西具象具有人格化，认为它是我们能看到的人。再给大家说，三皇五帝不是人，它是意识系统，它是宇宙里边的分型，它是量子共振的，它是意识系统，就是换句话说为的信息。而我们现在把它具象化，把信息认为是什么呢？是还有分层。那在这个零把信息不去到有去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就是修行。而你最大的量子计算机就是你本身，你是神工智能，你是可以通神的，你是可以通普朗克常量的，那才是所有的秘密。所以我们现在事实上再把奇门遁甲也好，再把古医学恢复知识也好，都在做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是神，
所以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消除对无知论，我们事实上未来的认知系统，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时候丢一个背景出来，然后就把今天的就再重复做一个总结，就开始结束。有一个东西，观音呢拿了一个宝瓶，像一个葫芦，它代表的是中国。然后它用柳叶的分支以及世界，就从上面去看啊，如果你去看一棵树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两点。如果你开过松果体，从上面来看过世界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每个人呢都是在一片叶子，你会和别的叶子长得很像，但是你不是别的叶。所以一，我们是有独立的行使主权的方式。第二件事情，我们事实上和别人处于四不像。第一个，方向上不一样；第二个，长相上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看的是很像，最后是像，所以四像四像，很多人都没有了解啊。一是方向的像，第二个是着相的像，第三个是象棋的那个像，最后一个是长得很像的像。所以这四像是我们迷的四个点，一个点。如果你用松果体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像一个长开的树，你的未来的运。它事实上是由你选择的长开的树上面的一片叶子。如果你是一个蚂蚁，然后从树下面爬到树底一片叶子，它看到另外一片叶子上有一个蚂蚁，那只不过是什么呢？一叶。事实上我们整个宇宙的组成呢，是由普朗克常量面体组成的，然后在一个足球里面，就是一个正十二面体互助共用的，就是我们称为卡梅隆球体，是卡梅隆星体，就是正十二面体。你去网上可以查一下啊。然后它在一个五角星运动，一个周期是六十个周期，那你会发现运动完了之后是个足球。所以就是人是，然后存在的一种安全，那最根本的是原子。那原子又分成三层，叫做物理原子、精神原子，然后再往上去放。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普朗克常量里啊，自转。所以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缺乏一种与磁衡量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就是光的科技。而现在所有的这些知识里边还认为普朗克常量是物质，再给大家讲普朗克常量是振动的自转，它是分为两种，一种是电性的，一种是磁性的。如果你对世界的理解从客观的然后跨维度的来看的时候，就知道人类是处于上面是月亮太阳，下面是地球。所以原来最早的时候是没月亮的，一万五千年前事实上在古文中国的古书里边都没有记载，而最亮的一个东西是金星，所以那时候叫太白金星。所以把太白金星呢上再说，整个金星的它是在这个维度里边，在太阳，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知识点，古书里边事实上都说得很明白。然后第二个最核知识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走上地球是由太阳的光和地球的磁组成的电磁场，这种电磁场的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原子，什么电磁场组合到一起的六道。这里边我们到时候会事实上会把这里边的所有的就是在里边的一个密码把它具象化为所有的分型。那我们到后面呢会给大家明天课程里边会把这一部分慢慢再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事实上还可以进行提问。小的总结今天的课程，今天的直播的这个小的总结是什么？就是月光宝，而月光宝隔空来说，它是天魂，它是从天上来的女娲的宝石，就是它是补天精神。女娲呢，它事实上是造人的一个基础。所以女娲给人类给了一个什么呢？本来是想给一个松果，
就是觉知和工作。那在这里知识点是什么？吃了地表的东西呢，它事实上丢了蜂窝体功能，它只能用眼睛来看世界。而这是在这里边呢，有其实就可以上天下地去闹，就是无知它会闯大祸。在这反过来有一个部分在做引申啊，就是时间前后500年来进行轮回的。但是你会发现到后面，事实上人是什么呢？它是在区域里边进行轮回，就是最实际上那谁没死，就是唐僧他饱和，他可以在地球上的不同的点来进行穿越。而孙悟空呢，他事实上是垂直的穿越。这时候我们在下一个课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起点的时候，就是来给大家讲电和磁它传递的模式，那就是包括信息和光传递的模式。那这是我们在传统的知识和课里边不曾讲，也会给大家讲你松果体和拼视体它怎么工作的。这里边的知识做一个小的总结，然后所有的修行方式和我们信息获得的一个方式就是联网。我们现在通过因特网，通过这抖音呢，可以给大家联网。松果体它也是个联网的方式，而心轮它也是个联网的方式。所以你通过不同的联网就可以获得一个是什么呢？集体意识振动。所以我们现在有很这部分的信息，但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信息呢，就把它还原回来，就是我们说一下，就是开这个意图。首先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学习完了之后，来了解一部分信息，能进行道一的课程的就是了解和传递。然后第二部分呢，事实上了解部分呢，大家可以做到一点，就是能理解七情六欲是91.8%的疾病的起。那我们事实上情绪体，而不是负面的情绪。你会发现所有的争斗都是因为外化的向外去找才产生的问题。那向内去找最大的就是藏三藏，它只藏了三藏。那我们最后问一下，人到底有多少藏？最有意思的，我们明天的课里边呢，或者是直播里边再给大家进一步一个密码。玉皇大帝呢，它事实上是震动的方式，就是说白了，玉皇大帝啊，它的是整个引领，而就是佛，弥勒佛叫做现代佛，1600年前嘛，它是释迦牟尼转生的，它只负责心轮，它心轮呢，它只负责太阳系，因为这是有两个。那观音呢，它事实上道双修的，所以它向玉皇大帝去交代什么呢？玉皇大帝事实上把猴子抓回去，是因为猴子它事实上是一块心的事，而那时候心轮如果是和松果体合并，就是能获得智慧，就这么一回事。把猴子要抓回去，是为了获得智慧，这是心。玉皇大帝他也想，说白了就是这一回事。而前面课程里边就是刚才说的是哪吒的风火轮代表什么是吗？事实上哪吒不只有风火轮啊，他还有脖子上还挂了一个火，所以哪吒事实上是三焦啊，金金金，而事实上是在左右的，说白了一个是在胸部的，一个是在胯部的，所以它是代表人类的三焦。人事实上是分了四部分，但是主要分了三界天地，但是还有一部分代表的是天使，就是事实上分了四部分。那风火轮在人间的时候啊，它是做危害的，对吧？风火轮在三昧真火，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向外发的火和向内揽的，这里边我们到时候给大家讲五火吧，就是文火也好，武火也好，就是它事实上也是和五行的化是有关系的。那火事实上把它反过来，那不往外发的时候，就你不要跟别人发脾气，而是把它收到内部，用五角星来转化的时候，这种东西叫做藏。所以藏经上
制化情绪体的一种方法。播就先到这里。